我解释一下，脑瓜子中弹，你笑什么？导演，这是我对角色的一个小设计。我饰演的是一个患有脑血栓的士兵，但我牺牲的同时，那颗子弹刚好打通了我的血栓，有一瞬间我康复了。好啊！刚才看了您的表演，我觉得您和角色真正做到了合二为一。正好我们在找男主角，演一个杀手。准备好了就走走戏。哎，我刚才那个脑血栓的处理还需要吗？他真的是卡尔吗？卡尔啊，如假包换，假一赔十。浩伟哥，人给你带来了。作为一个顶尖的杀手，要把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训练成致命的武器，比如我的中指。叫你的人把枪放下！我不相信你会弹死我。